赛事受注目，台北马拉松即将登场，市长柯文哲亲自出席记者会，但被市府推出的马拉松 APP 却被发现预设居然是简体中文。搜寻台北马拉松，点进去现场追踪赛事主页，往下拉为应用软件评分、与朋友分享等等，全部都是简体。点进设置一看，发现选项就是简体中文，必须手动才能改回繁体。为什么这个预设是简体字？这个对官方活动来说是相当不妥当。那我觉得这个错误竟然拖了一年，然后到今年办的时候还没有去改善。议员接获民众投诉，打开 APP 评论，也不少人留言反映，为何是预设简体中文呢？那改掉就好了。电脑上有这个功能啊，这一定是按错了，调回来就好了。柯市长缓颊，调回来就好。但此次台北马拉松有超过37000人报名，最后抽出28000多人参赛。国际赛事的 APP 上居然是预设简体语言，难免让部分参赛者民众感受很错乱。体育局坦承设计有问题，是部分型号手机会发生这种状况，将会督导改善。陈雪格的张周俊报道。